大家画一个动物，这个动物呢在叫 baboon， baboon 不对， harpoon。 那么中国的在动物园我见过这个动物，叫山魈，很凶猛，它的牙很烈啊，所以在猴子里面呢它是比较张狂的很烈的那种动物。我们看首先形状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它是一个菱形啊，那么眼睛鼻子跟胡子啊大概这儿比较长，鼻子比较长，两个眼睛不 close 啊，你如果这点画了基本能画像。他老师讲咱们他的耳朵在眼睛上面，人的眼睛知道人的耳朵在哪儿吗？记住啊，就是从鼻子到眉毛都是要记住它的位置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。